表达反对台塑的控诉在线上大家看到的都是越南的中部的人跟你们一样台塑就是越南中部和精神他们台塑投资到一家那个工厂然后去年4月的时候他们就放一个大量的毒料入海造成很多的鱼死亡然后珊瑚什么东西都全都死光光所以就鱼就没有可以抓了哈然后抓回来有的剩下的抓回来也不敢吃一年多了哈越南人都是没有鱼可以吃的是越南哈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越南的政府哈他们用暴力来对待我们很多人就是被公安打头部血流被抓去关然后被放在电视上抹黑每一个人都他们如果敢说话所以哈我们今天来这边希望就是台湾的你们也是台塑的受害者跟我们的一样以后从今以后能够大家声援连结在一起我在云林做的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说当我2008-09开始做的时候很多的居民都跟我讲说六轻风一吹来就有个味道所以六轻有一种味道那个味道真的是闻得到的味道可是测不到那直到最近我用比较好的仪器测出来说那个酸酸腻腻的有时候臭臭的丑丑的很粘稠的味道就是六氢生产所要的一种酸或是六氢生产的石化有一种叫做乙烯它在空气中它就会变化成这个酸那当初好多的校长小学生居民在庙口在学校都跟我们讲说我们就闻得到啊环保局来环保署来就说测不到我们长久就这样用公权力的外衣用所谓科学然后来告诉民众说你们的讲的都不是真实的六氢的味道是真实的味道没有常常在那边的人你偶尔去你的仪器偶尔去到那里风向不对放的地方不对你就测不到风向对测的地方也放的对的你就一定可以测得到跟民
人民的鼻子闻到的是一样的味道。一个我们隐隐约约知道的就是六亲的味道是死亡的味道，它是一个会让人生病的会死亡的味道。所以离六亲比较近的这几个乡镇，他们的癌症大概都是离远一点的两倍。整个云林县的在六亲来了之后的第三年第四年以后，它的整个寿命的延长的速度就减缓，跟他六亲没有去的宜兰县比起来又慢了差不多接近一岁，0.8岁。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民不要有恐惧。那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其实蛮无奈的。我最近觉得说六亲有浓浓的政治的味道，就是不根据科学，不根据道理，不根据人民的需求，那就是有一个政治的味道在那边影响了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很多的这个决策。台西村是在浊水溪出海口的北岸，那南岸就是麦寮，那麦寮六亲，所以如果当南风起的时候，这个排放的这些空气，第一个到达的村庄就是到台西村。那大概在差不多5-6年前，看了一个台西的子弟叫徐正堂先生，跟一个彰化西州的子弟叫钟胜雄，他们做了一个摄影的记录，或者是说是一个调查，然后看到那个后来有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南风》。那这首歌呢，这个书写这首歌的一个动力是来自于这一本摄影集。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翻一翻那个摄影集，非常触目惊心的。即便是我家住在美浓，可是像高雄地区的空气污染，到冬季的时候就往内山吹，我们那边也逃不了。所以在整个冬季，几乎我们那边也是常常一个直爆的一个地方。那我小孩今年才3年级，我有的时候每天都会看那个空气品质的那个 APP， 非常的紧张，我怕说今天又直爆，他们在山脚下哦，又有体育课之类的，然后其实就会很担心自己的小孩生存的一个环境。那这不是我们下一代的错，而是我们这一代上一代哦必须要负起的一个责任。照理说，我们应该给我们的自己孩子应该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啊。然后这首歌呢，跟台西乡一个，他是一个真人真事，陈先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儿子都是死于肝癌，然后他们两夫妻也得到肝硬化，然后他的小孩是16岁肝硬化，19岁就过世。有一天就是陈先生睡觉的时候，儿子来托梦给他，跟他说阿爸照，阿爸金照，就边说边哭。那后来这陈先生就带着他的太太，把他家里面3.5吨的货车改装成一个旅行车，里面有床、蚊帐，有盥洗，还有煮饭菜的地方。他们从台西乡出发，走台78，然后往东走，接到国道3号，往北从竹山鹿谷那个交流道下，然后他们在溪头每个礼拜在那边度过6天，啊，一个礼拜会有一天回到台西乡来做物资的补给，跟自己的亲戚朋友见面，然后这个是现在进行式的所谓的新的环境难民，然后这个现在是真正是出现在我们的台湾。